Olivia 的好朋友啊。哦，对，是女儿的好朋友，三女儿的好朋友。她旁边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男生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都帮她看好了。她旁边最奇奇怪怪的男生就是她爸爸。为之家，水纯纯的味道就像乌梅子酱。是初恋 ，First Love， 如果是一首英文歌，是哪一个初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初恋，最初，没事。是一首英文歌，还好我很陌生呢。我们不陌生，我们很像。小帅哥，李维庸老师，叫做 Dina 是吧？对，我是 Dina。Dina， 你先来介绍一下你老公。对，这位是你的 partner， 这是。这个是我的吉他手老师 Tony， 他今年入围金曲奖。哦呀。
所以也是非常厉害。什么项目？什么项目？对，演奏类最佳作曲奖。演奏类、啊。哇。对，前面哦经历过牛鬼蛇神之后，突然觉得你那么正经，你又觉得怪怪的。英文歌。有完全很震惊。他现在也想说，为什么参加这个？对，是不是他有上错通告？有一个特殊身份，特殊身份，听说是 Olivia 的好朋友啊。对，是女儿的好朋友，三女儿的好朋友。真的，你们平常都在哪里玩啊？我们平常一起吃饭啊，一起逛街。吃饭逛街，讲得很保守。打通通。他旁边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男生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都帮他看好。他旁边最奇奇怪怪的男生就是他爸爸。爸爸一直跟在旁边。你现在是有出唱片还是怎么样？有，我有发行自己很多单曲，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发行比较完整的，就是 EP 或是专辑。对，因为他这个你的唱歌是唱得很美式，真的很 sweet。在国外待过，这样。谢谢。我其实主要是在台湾长大，然后我是一直到大学毕业才出国念音乐。嗯，对。哦，在念哪一学校？我念 Berkeley。在哪？就是露西派的学妹啊。我是他学姐。你离开学校以后，那个露西派才进去。对，就错过。哦，那你运气真好。哦。什么话？而且隔开。那你有跟露西派聊过天吗？其实我没有哎。没有。对。我们那运气不错。一直做一直。他要怎么回？对，你管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不开家庭会议。我来觉得，因为他这个歌啊，非常好听。是是。但是呢，不能够挑战，因为今天这个是金曲奖。惊吓的。而且 ，N 二四六五零五个。对啊。你现在你们两个。两个再落上去，那里就是我们演艺圈的忠烈祠了。不太好，忠烈祠跟陈一成有没有？对啊，可以背。对对对，学长都放比较后面。对，有趣。两位表演的很好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淘汰，好不好？但是龙柱回头加码这个，我听到表演这个非常棒，两个一起在。对对对，英文版的哦，来来，听听看，听台语改成英文。来来来，掌声给台语。Some people just be smoking outside while I tell you not to finish the wine. 改英文的。I know you will understand how drinking that much it's gonna be right. All I know is gonna all go away, like how everything we know's gonna fade. And one day we'll find a guy. I hope.对，我想说宪哥你忍住了，对啊，我们忍住了，大家进来了，哎，忍住忍住，恭喜淘汰两位，谢谢，真的是恭喜，不要急那个忠烈祠了。